洪坤，最近楚炳杰跟戴勇的那个点球大战你看没看？看了。我想跟你做一个挑战，怎么样？快，我想试试。就是点球大战，咱们俩玩红牛的怎么样？你要是进了几个，我给你买几个红牛，一共打五个啊。你要是一个没进，你请我喝红牛，怎么样？行。来。我进一个一瓶是不？对，你进一个一瓶。不会吧？五个能进两个就不赖了，再有他五个还进两个好不好？红牛服务员，来瓶红牛，来瓶红牛。怎么没人理我呀？现在我拿呀。他拿去了，他拿红牛去了。